推出，女性推出的全新节目，对不对？那么呢，可以首先先请主持人，我刚刚已经先打了招呼，很好。那想要再问一下，请你昨天喝了多少，宝贝？我受感冒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。对，那请问一下，想要请您说明一下这个节目的特色，对，以及您在这节目当中所扮演的角色设定。我想，因为其实真的很久很久没有自己主持节目了，所以接下这个节目我也是很紧张，也很兴奋。刚刚真的不夸张，开录前我就先干了一杯香槟才开录第一集，但还好大家都我跟这些姐妹们都聊得很开心。所以我觉得女人28，我们最想要的是，我们想要听听女人心里在想什么，然后我也很开心，很多姐妹愿意跟我们分享她们的故事，所以刚刚那一集录的也很有趣。所以我是自己扮演这样的角色，就是希望在节目里面让她们最佳的倾听者。其实我觉得我们的节目可以叫天蝎男，对，因为我跟老师都是天蝎座。那我觉得这个女人28这个主题，它既是女生的生理周期，它也是月亮运行的周期。对，所以它其实蛮牵引我们的情绪。那我个人觉得天蝎其实是非常适合担任治疗师。我希望我们这个节目可以疗愈现在很紧绷、很悲观或者是很担忧的大家。太感谢老师了，耶！我没有别的要求，帮我拍瘦一点就好。要要往中间。好，我要到喽。好，那就让我们一起倒满这个香槟塔。好，来看前面好，看前面。来，两位一起看前边。来，请看峡谷的步伐。好呀。好，我们右边的。我怎么那么会倒？倒太快了，老师。来呀，左前方。下边频道。左前方。这里，中间。我最喜欢坐在峡谷旁边，我不是我很想说。以及布莱德比特的嘴巴，他性感。乔治克隆尼的身材，小谷的脸孔，有吗？那有符合 Selena 你的？就是我觉得如果这样的话，那就乔治克隆尼本人就可以。哦，你喜欢金牛座？不是金牛座，是金牛座，金牛座很难搞哦。我没有遇过金牛座的人。遇到之前还是想一下好了。好，还是不要好了。问我好了。好，现在有了老师可以咨询，以后我相信在爱情世界我会所向无敌，就像我一样。OK 吗？两位，我们先看前面。差超多的，差35。两位一个 pose 人。来，两位左前方喽。好，两位，各位。左是来这边。中间有开叉。很好。好，那让我们看向左边。舞台的左边，对，好，让他。